此刻，你与我别无选择。决斗，已是势在必行。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姐姐，这样下去，你只会害死自己。所谓使命，还是趁早忘。众生行过白昼，而后没入长夜，最终由我之手重获牺牲。 前心谛听，这来自生灵的呼唤。这是想围攻我们吗？按照以往的经验，他们之中一定存在着所谓的真身，我们耐心找找吧。是是是。去吧，西安。 默契的配合，那么，请闭目感受，这来自王者的余意。等待时机，像刚才那样攻击真身吧。 是第二位贤者，但你又能否辨明这生与死的界限？看来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应对攻击。别慌，集中注意力就好。是我搞错了应对方式吗？要保持冷静才行。 见离析，就该知晓，他绝非世界应有的样子。唯有相遇为一，才能获得救赎。 这一次只有两位神识，说不定是高塔贤者累了，用不了人海战术呢。但他们的样子不太对劲。 战斗吧！是是是。
与夺，一念之间。因为到你的力量吧，西亚黑白绅士的攻击几乎没有破绽。毕竟，他们也在与范本的对战中，不断完善着已有的共生关系。范本，跟我一起战斗吧！是是是。凡此生灵，皆无可逃。小心，被击中可就糟糕了。终有尽时，去吧，信仰不容摇撼。去守护我们的天地。你们是否做好了准备？你有完没完？难道你从一开始就……